Okay.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ello.请放到后面躺住了嘛，可以有时间就可以先看一下。啊，不过这些资料其实都是不停的在更新当中，好，云间再过对应。好，这61到70，来，那我们看61，来写一下 memory。啊 ，memory memo memo memo， 好 memo， 你这样穿很像那个儿童台的姐姐，好像去带个小朋友跳个舞什么的。欸、我以前真的带过，我以前教2岁9个月的孩子，各位，2岁9个月，你可以叫他 sit properly 坐好立正吗？谁理你啊？所以你一定是带他们唱歌、跳舞、玩游戏啊，什么 teddy bear teddy bear turn around 啊，先开学3个月，先教12首歌，为什么？小朋友爱唱歌嘛，啊，然后他们会朗朗上口，然后呢？他们一学之后回家就会唱给爸妈听，爸妈一听，哎呦，上几堂课就有效果了嘛，继续交钱。这是确实有这个操作手法啊。不过他们也真的很厉害，不到3个月，英文就溜得跟什么一样了。因为老师上课只讲英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小孩体力好不好？超好。所以呢，前面12首歌啊，之前是我带，但是呢，3个月过后，就是说来妮娜啊。You are the class leader today, okay? So you sing and everybody sings with you, okay? 所以叫一个来带头嘛，好，然后就他就很开心啊，因为他今天是班长 ，class leader， 然后十几个小朋友就轮流当班长，每个人都很开心。重点是他们唱完10几20分钟之后，有一点累了，就有点喘了嘛，就坐在那边坐在板凳上。Okay, let's begin the class today. Let's begin class now.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课了，但是你知道吗？啊，上大概15分钟之后，他们体力恢复了，哇，超厉害的，小朋友恢复超快的，啊，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教小朋友，现在训练老师去教小朋友，你适合这种痛啊，蛮适合带小朋友的，因为小朋友会很喜欢。好，所以这边啊，像那个 Vanessa 啊 ，Vanessa 我有推荐一个家教给他，在那个板桥三铁共构豪宅区。那2个小朋友，哎，小朋友你不要以为很好搞定啊，小朋友不好搞定啊，还好是本店上去啊，我去都说不定搞不定啊，为什么？那两个小孩子哈、啊，男生从小都是读全美语的，从小读全美语，然后从小读全美语之外呢，还都找外国人上课，然后找外国人上课之外呢，外国人都上什么呢？咆哮山庄，有听过吗？傲慢与偏见。啊，少年维特的烦恼，那个老外反而不晓得，他妈妈说不设限嘛，啊，说看他上什么就老外就老师就拿来上，就那个老师都给他上原文的小说，原文的文学作品，刚才影片不是有 literature，OK，、okay, 就这些孩子这两个孩子呢，哇，饱读诗书，就什么小说都看过这样啊，就在看原文的，就后来我推荐 Vanessa 去，然后呢还好 Vanessa 都看过。他都看过这些文学作品，哎，他可以跟他们聊，用英文聊，啊，聊聊聊，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哇，老师好有学问啊，哎，就还好是他去，因为有一些我都没看过，啊，真的是很厉害，非常厉害。但你是 memory， 所以孩子的记忆力非常非常厉害。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大纲看一下。那这个 memo memo 其实有很多字了哈，但我要问一下哈，来看一下签到好。他们签到是不是？来，赶快签到一下，签到顺便点名，老师顺便问问题。老师，我可以帮你签吗？对，没有网络。OK， 好，没问题，代签。根据事实没有关系。签到一下。余真在哪边？那余真，请问你觉得记忆比较容易还是遗忘比较容易？遗忘比较容易，确认吗？确定吗？不后悔吗？好，
那我们给你一个任务，在今天12点下课之前忘掉爸妈的名字，有可能吗？哎，你不是说遗忘很容易？为什么没办法？自己。为什么没办法？哎，各位要想一下，为什么没办法？啊？记怎样？记很久了。第二个，复习很多次了。啊，因为从小都有千年落步嘛，对，就一直复习，一直复习，所以早就超过16到21遍。好，所以很多人说小朋友记忆力很好，其实不全然。为什么？因为他学了一首歌之后回去唱 N 遍，唱给爸爸听，唱给妈妈听，唱给阿公听，唱给阿妈听，唱给邻居听，唱给隔壁妹妹听，唱给隔壁哥哥听，他只要碰到人就唱给他听。请问你背单词有这么容易吗？没有，你就自己念3遍，然后怎么背不起来？因为你只念了3遍。小朋友为什么记忆这么好？因为他重复了 N 遍，就这样。所以你要得到最后那个结论是，哦，原来就是一直重复啊，重复到不得不记起来为止，就这样。好，结论。好，所以回来一起听一下 emerge。好，所以刚才那个 memo 后来什么 memorial， 像台北市的那个 memorial hall， John Kaiser Memorial Hall， San Yat-sen Memorial Hall， 两个纪念堂纪念馆。好，待会讲。好，62回来再念一次 emerge。emerge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单字。因为它这里叫做什么？浮。那请问浮的相反叫什么？沉。所以浮浮沉沉，这是高级的词源，叫做反义同源。相反的意思竟然有同一个字根的来源，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来，我找一下资料啊、哦。反义同源，像教跟学，哎，教跟学是同义还是反义？各位觉得教跟学，嗯，有这么难吗？没有吧？教跟学看起来一般人说这是反义字啊，但其实英文的字根竟然是怎样？同义。所谓同义就是同字根呐、啊。OK， 今天是07。OK， 同字根我们来找给各位看一下，在这儿啊，不熟就拍一下吧。上面请一下 tut。那 TUT 变 TUT， 所以变学习，请你这样 study。那 TUT 变 TACH， 也请你这样 teach。原来 study 跟 teach 跟 study 是同一个字根呢。教跟学竟然反义同源，相反的意思有同一个来源，反义同源。OK， 所以 study and teach and study。OK。那如果你要再延伸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因为 TUT 后来变家庭教师哪个字 ？Tutor， 后来变学费哪个字 ？Tuition fee， 所以是不是都跟教都跟学有关？家庭教师家教嘛，哈，等于就教你东西的人。那 tuition 就是要付给老师的学费啊 ，tuition fee 很简单。好，所以以后再碰到相关单字就简单了，啊，因为原来都是同一个。字根，不管教还是学，好了，所以回来这里是 emerge， 所以这个字根也是，它是浮，也是沉，好，所以后来的并购叫 merge， 大公司把小公司并掉，好，那这你就要想象一个画面，大海大不大？很大，当你把一粒沙子丢到大海里面，什么意思？哎，沉没了嘛。沙那么小，海那么大，丢进去找不到了。OK， 所以中文不是有一句叫"海底捞什么，捞针，针都找不到了，海底捞沙更不可能啊，因为更小、更大的比例。对照，再一次 emerge。好，那后来在医院叫急诊室 ，emergency room。好，突然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浮跟沉，浮跟沉，记得哈。63，来，请你叫 micro。Micro 其实就是后面我们的标红色叫移动 ，move，move，M-O-V-M-I-G 啊，只不过它那个 V 跟 G 变形变得比较严重。下面来动词就念 migrate，OK，、okay? 所以跟移民有关，因为 move，move，move， 从一个地方移动到一个地方啊。来64，一起念一下 millet， 啊 ，military，military 跟军事、军方、军队有关。Military, military, 所以第一个叫 military, military,
Military A-R-Y 形容词或名词结尾啊，所以之前雅虎问过说，哎，某某结尾怎么知道是什么词呢？它有一个统计，有一个比例嘛哈。A-R-Y 大部分是形容词，偶尔转名词，当然有可能变成 O-R-Y 等等。好，对 ，military， 那补充一个字叫做 A-R-M-Y， 来记一下 Army。好 ，Army 叫做什么呢？军队。Army， 好，为什么军队叫 Army？ 因为人在打架的时候，不管你要攻击别人或被别人攻击，自我防卫，这时候你会用什么去打？手臂，或者有人说手背，所以 arm 攻击别人 ，arm 防卫自己。不管是攻击别人或防卫自己，都是用 arm。那国家呢？加一个 y， 国家的手臂、手背是什么？是军队啊，陆海空三军嘛，就是国家的手臂、手背，就这么简单。那后来这个 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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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一个拼音，叫做 all armed， 来听一下 all armed。All armed， 听起来像台语哈 ，all armed， 可以做一个联想哈。为什么联想呢？因为这个 all armed 叫做全副武装，这里是在句子里面的。他说 ，Our fighter planes all are all armed with cannon。OK， 所以我们的战斗机都有机关炮。OK，all armed， 全副武装，全副武装。那更有趣的是，我们把 ed 去掉。然后把这两个字合起来，然后再去掉一个 l， 这时候你会发现竟然变成什么 alarm。那 alarm 本来在军方用语叫做，来听一下 alarm， 警铃。那请问每天叫你起床的警铃叫什么 ？alarm clock， 叫做闹钟。请问你早上听到闹钟是不是要起来干嘛？全副武装。OK， 好，所以如果你睡觉了。这个换睡衣的习惯，你不可能穿睡衣出门嘛，对不对？啊，再一次 alarm clock， 就这样啊，叫闹钟，很简单，很简单 ，alarm clock，alarm clock，OK， 好，所以你要去结合很多的联想，那这也是我们上课一直跟各位讲的，叫形音义，形音义，字形、字音、字义的联想金三角 ，OK。好，65，来听一下 mini， 啊 ，mini mini 大还小？小哈、啊，那小的话，我们想到一个字啊，现在老师给各位的方式比较是融会贯通的哈，所以我们会直接就跳到某一个字，因为你可能觉得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他们竟然是同一个字根。来，左边也听一下 minister， 右边 manage。原来迷尼斯就是管理 manage， 后来叫经理 manager， 需要赶快拍一下。这个一样比较进阶了，因为它你看它在规则一比较排在后面的部分，表示好嘞 ，DBS TFC。管理，但是 minister 怎么会跟管理有关呢？请问你想到什么字？ minister， 这是字根哦，你可以在前面加一点东西啊，后面加一点东西啊。minister 跟管理怎么会有关呢？有一个比较进阶的单词，minister 有没有管理？有哦，好多管理哦。来，第一个叫 administrator， 管理人、行政官；第二个叫 administration， 第三 administrative， 在 administer。OK， 那所以后来在商学院有一个学位叫 MBA，M 就是 master 硕士学位 ，BA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商业经营管理硕士学位 MBA 是这样来的。好，所以这名字 Administration。 OK， 更有趣的是如果把 AD 去掉，这时候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叫做一起念一下 Minister， 下面 Ministry。 OK， Minister 叫做外交使节、部长、大臣、牧师。来问一下，陈汉，为什么这个会跟牧师有关呢？这你要稍微跟历史做一点联想。西方在中古世纪时期最重要的机构组织就是教会，所以现在很多的行政的这些架构啦，或甚至用字哈，像现在那个行政人员，我们叫 clerk，c l a e r k， 有没有那个 clerk 行政人员这个字，或店员也叫 clerk， 这个字其实来自于教会组织里面的 clergy， 那个叫他们叫事工，事情的事，工作的工，叫事工，就是在教会里面服务的工作人员呢，叫事工。好，所以为什么会部长跟牧师竟然同一个字？原因就这样。因为你要回想到中古世纪时期，那时候教会组织很重要，甚至他的权力高过国王。所以拿破仑他再怎么厉害，再怎么会打仗，他还是得教宗怎样加冕他变国王。其实这是两个很有趣的势力，一个是政治势力，一个是宗教势力。那人民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那你国王是政权啊，那最好就是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好，所以拿破仑为什么要叫人画一张叫做什么拿破仑加冕图，现在这一张很大的油画在那个罗浮宫里面，上次跟我老婆去度蜜月的时候特地去看一下，有一个那个 hall， 有一厅哈，很大一厅，里面放了很多跟拿破仑有关的画。那跟拿破仑有关的话有一点很有趣，拿破仑听说高还矮，听说160不到，号称160。好，这个帽子戴特别高。那他在过世前都叫画家把他画怎样，你是画家，拿破仑说你帮我画张画，你敢呈现他的真实身高吗？那你就死定了，对不对？好，所以听说拿破仑在世的时候都被拉高了。好，所以你看那个画，拿破仑如果画的比例特别高的，都是他还没挂掉之前的话。相反你看这个比例，怎么恢复好像跟本来差不多，那就是拿破仑怎样挂掉之后，一个是挂掉前挂掉后啊，与事实看是相符还是不符。在你这 minister OK， 那叫拿破仑加冕图啊，就是他接受教宗的加冕。OK， 所以他不能自己带上去说我是国王，不行，他必须要教宗加冕他，所以他又有政治实权又有宗教的这个加冕。OK，好，所以回来再名词 minimize。 那你会说老师部长这个职位很大啊，怎么会小呢？为什么说呢？部长不是很大的职位吗？经济部长、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对啊，为什么会很小呢？还有因为为民服务。我觉得你最近开大窍了。以前问好像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啊，这个 feedback。 你最近有读什么东西吗？是这个吗？真的有读哎。最近有读，真的有读书。不，他这读差来讲，真的就是有读，你就会开始联想。其实读书的目的是干嘛？来问一下，全峰。增广见闻。增广见闻，好 ，broaden horizon， 还有吗？好，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呢？就加以利用。对，其实后面这句是关键了。就说啊，我知道这件事了，好，那这件事跟我每天在做的事又有什么关系？重点在这，所以其实每天你都在优化的过程，在你人生的每一天都在不断的优化，英文叫 tuning，T-U-N-I-N-G， 这个是本来是用在调音，钢琴调音 tuning 啊 ，tuning 这个字，所以其实你每天你的思维都应该产生裂变。如果没有，你就一直维持在本来的样子。那维持在本来的样子好不好？你自己决定。只不过这个世界不会怎样，
停留在本来的样子。好，今天早上我在超商买东西，然后就看到某一个报纸头条，就是郭台铭董事长的机器人又有一台出来了。啊，什么什么 robot 什么，等会有看到这个新闻没有？什么 robot home 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机器人开始出来了，其实已经有好几台了。啊，有狗狗啊，啊，还有家事机器人啊，会帮你扫地拖地的啊，然后什么什么机器人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它不会一直停留在那儿。但你如果一直停留在那儿，你就迟早要被机器人干掉啊，因为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了。好，这里是 minimize。好，所以 Donna 最近都讲到重点哈。Minimize 虽然他是部长职位好像蛮大的，但是他是人民的公仆一个，好，他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不能太自我放大。第二个，以前就算你当到什么宰相啊，好，当到那个什么那个部会首长啊，你还是在谁之下？国王、总统之下。哎，所以你在这个国王的面前，你还是得说什么？小的在，对吗？古人不是说小的在啊，微臣有听过吗？微臣斗胆啊，进谏等等等。微臣如果讲错话会被砍头的，哎，这很恐怖的啊。好，下面啊，那现在总统可以砍头吗？可以，另外一种，他不是真的去砍你的头，他是把你官位拔掉，想办法把你弄掉。好，那我们现代化白话，我们现在白话的翻译叫做政治斗争。就想办法把你弄下来的意思。OK， 来66，一起念一下 Minor。好，所以我觉得我阿嬷好有智慧哦。我阿嬷跟家族所有的人说，物件代志千万唔贪插。啊，第一博缴啊，千万不要赌博。啊，那赌博当然就跟什么吸毒什么那个都是同一挂的啊。所以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参与。第二，禁低政治，千万不要去玩政治的东西，因为那个很危险啊。对，阿妈还有智慧哦。讲到两个重点，来暂停这 admire。OK， 来这个 MIR， 它为什么是 wonder 呢？其实海词真的很好用哦，不然你就不信的话，你可以到海词里面打看看。MIR， 看会找到什么？我们找到了镜子，来请一下 mirror。请问，我小儿子现在快要一岁，啊，快要一岁的小朋友看到镜子会有什么感觉？啊，会有什么感觉？我们现在是老油条了，就镜子就镜子嘛，有什么好看的？但你抱小朋友去看镜子，你会发现他的反应非常特殊，他会怎么有一个人在那边？然后甚至他会有一点说，那个人怎么长跟我一样？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拍照嘛，看我们会看到嘛，哈。他觉得里面怎么有一个爸爸，他这里怎么有一个爸爸，他就这样看一看你，然后看一看前面，然后看一看你，又看一看前面。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很神奇，怎么会里面有个人这样？OK， 然后换个电池。第二个事情叫 miracle， 所以这就叫什么奇迹啊？过年的时候啊，那个节目档次比较少嘛，哈，就是新档节目比较少。所以过年会放一些那个国外的一些影片，啊，这几年都有播一个影片，那名字 Miracle， 就是有一个戴面具的魔术师，有没有看过这节目？然后他在破其他魔术师的梗，有吗？他戴一个面具条纹的，然后就是这个魔术师如何瞬间把坦克变不见，有没有看过？或者瞬间把飞机变不见？本来是个很来这里是 miracle， 很神奇的事情，可是一被破梗之后，你就会就这样好，譬如说飞机坦克这种重型的机具设备如何瞬间变不见，各位知道看什么？有没有看过？看过啊？如何瞬间变不见？用镜子的反射啊，用镜子反射，这是其中一种。还有吗？还有一种我觉得吓爆了，但事实是这样，就是他有六位或八位助理嘛，那些助理其实就是为什么要穿很大，你知道吗？分散你的注意力，因为你看哇很大的助理，然后你就忘记看那个东西到底在哪里，然后他还会上锁，啊，就是上锁，哇，六位助理都把这个坦克车上锁，然后助理就站在那边了，啊，然后就哇好厉害，然后帘幕就下来了，
连播下来之后呢，哎，五秒钟，得，来唱一次 miracle， 奇迹发生了，坦克车不见了，助理还在那边，怎么做到的？除了镜子之外，我觉得有个超瞎的，就你知道是超瞎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原因就是这个框框没有动，但是它其实已经移到隔壁那个位置，背景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刚才那六位助理赶快跑来这边，然后站着，有听到吗？有听到吗？坦克车在他们右边或左边，然后帘幕一下来，啊，这整个框就移动。但是因为你观众看不到后面，你只看到那个框嘛，所以你会觉得没有在动，其实有在动，它是这样移过来。就摄影机是照那个框，整个框移过来，然后刚才六位助理就赶快跑来这边，然后等等站好，然后就帘幕一打开框，哎呦，坦克车不见了，就是，所以是一个错觉嘛，一个错觉让你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好，来这里是 miracle， 就视觉的欺骗的意思。好，那这里有一个来自于法文的字义词，叫 mirage， 啊，法文叫类似一词叫 mirage。啊，你好，是海市蜃楼，是不是？有人念什么楼？城嘛。我一般听到海市蜃楼，哈，就跟幻想有关。那另外一个幻想叫 fantasy，fantasy，F-A-N。为什么 fantasy 跟幻想跟 F-A-N 有关？各位可以想得到吗？因为粉丝嘛，哪一个字 ？fans， 粉丝。所以我之前有个学生，最近王健林要爆红的时候，他就自称是王嫂，自称呢啊，不管他有没有太太，他说我是王嫂啊，然后学生带王健林的姐姐妹，哎，只要看到报章杂志有王健林，他就说哎，同学同学，对，哎，给我嘛。是啊，要收集就对了哈，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什么粉丝，哎，今天叫 fans。后来粉丝不够厉害，叫做什么铁粉。后来铁粉不够厉害，最近我听大陆人在讲叫钢丝。粉丝、铁粉、钢丝啊，要到钢丝这个阶段才够硬啊。弱关系、中关系、强关系，来证明这个 fantasy。所以这个 fantasy 就跟幻想有关。那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听到人家用一个字，第二个字是一下 fancy。哎，因为有一次我刚好走在两个女高中生后面，我不是在跟踪哈，是跟刚好。然后他们在聊天，他们聊天的内容我其实听不太清楚，但是因为他们聊天，你知道，随着风往后飘，那个声音会随风往后飘。刚好我走在后面有段距离的地方，我就听到他们讲说。啊什么啊 ？You fancy him？ 啊，怎么这样讲？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喊 fancy 可以当动词，You fancy him， 很明显的是两个女高中生在谈暗恋的事情，对啊 ，You fancy him， 哎呦，原来 fancy 有偷偷喜欢的意思，好，所以很有趣，再名称 fancy。好，那一般我们 fancy 是当形容词的用法 ，OK， 好，所以这种用法其实你就是要到那个环境。本来是名词嘛，对不对？但是台湾人呢，拿来当形容词。你这个人很机车，哎，你这样讲话很机车，对不对？哎 ，motorcycle 竟然当形容词，H 你叫 miss 叫做传送，这个字根有很多的单字。譬如说任务哪个字 ？mission 有没有？所以它跟传送有关。OK， 来上面请一下 admit， 去传送出去，所以 meet a miss 跟传送有关。那所以任务一请一下 mission， 如果完成任务有奖金、佣金，叫做 commission， 一请一下 commission， 台湾话叫做 commission。孔明兄学日文的
commission， OK， the mission commission， mission commission。那后来这个 mission mission 变成了什么呢？我们来海池查一下。M I S S I O N 加 R Y， 看到 A R Y 形容词名词结尾出现了 ，missionary missionary missionary missionary， 还有请你叫 missionary， OK， mission mission missionary。所以你看，任务又跟什么有关呢？传教士。所以传教士的任务是什么呢？篡改。传教士的任务是什么？增加信徒。哦，没错，增加信徒啊。不过他们不会这样讲，他就说我们要传播福音。OK， 我骨子里是一样的嘛，就增加他们这个获得上帝的爱的人，这就是 missionary。那真的，这些教会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地方。啊，只不过暂时我还当不了那个教会的教友，对，因为我是道教徒嘛。好，然后我有神明干爹，啊，神明干爹，我跟神明，因为你拜了神明干爹，可不可以乱换其他教？不行啊。至少你要宝贝征求干爹同意嘛，才可以嘛。我认为啊，所以要尊重一下。就我就去宝贝啊，我真的问啊，我说哎，请问什么干爹哈、啊？我现在想换到基督教哈，不然怎么同意呢、啊？我问过去，如果同意的话哈，请回，还是没有回，没有回，没有回，怎么办？就没有回。他就说，那你是不是想说哈，暂时先不要换？哎呦，请回。哎，就你看沟通嘛，啊，然后最后那个什么。啊，我说好了，那我暂时不要换，这样好吗？好，秋辉，意思说不让你走的意思啊。好，那就暂时这样，好，暂时这样。哎，那好几年前的事了，好几年前的事了。我有一个那个结拜的大哥，他也是拜神明当干爹啊，这真人真事。他住三峡，他是一位数学老师，各位数学老师最体贴的，因为数学老师很会算什么几率嘛。他说你这个宝贝就是几率啊。结果我干姐啊，就是开庙的那个家族的那个其中一位，那个负责办事的那个文鸡啊，鸡同分两种，一种叫文鸡不上升的，一种叫武鸡会上升的。啊，那我干姐是文鸡，就是神明不上升，但是呢，神明会在背后告诉他所有的事情。譬如说那个余振一走进来，假设你上次有来问过问题啊，问过事情。啊，余真一走进来，你不用讲话，他就说：“余真，上次叫你做了三件事，你一件事都没有做，今天不用问。”哎，就结束了，不用问，因为你根本没做，那问干嘛呢？就这样结束，因为后面有人跟他讲，好，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亲眼看过，亲眼看过哈。来，这里是 missionary，OK、okay， 啊，然后我这个那个干大哥呢，啊。他是数学老师嘛，超 TT 超不幸的。他说这机遇，好，我干姐就跟他说，那时候他还没拜神明当干爹，我干姐就跟他说，你来刮，然后你来刮啊，三十个，你觉得有几率几个会醒杯，几率几个下就杯，几率几个没有杯？他说废话，当然是十十十啊，对不对？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嘛，这样啊。他说好，你来三十个，就连续三十个都没有杯。他说：“你觉得那什么？”他说：“应该不是机遇。欸”这超好笑，应该不是机遇。那我这个大哥呢？啊，这个结拜的大哥，他很妙，他还是不相信，你知道吗？就听说啊，我没有参与这个，我没有参与，我只是听说啊，我有看到他们画出来的结果。听说他就跟我们的神明干爹啊，晚上就一直宝贝聊天，宝贝聊天，宝贝聊天。聊到凌晨，聊什么你知道吗？宇宙的起源。聊什么你知道吗？人类的起源。聊什么你知道吗？大爆炸。聊什么？就聊物理学里面的东西。因为这位大哥是学数学、学理工方面的嘛，他对物理这些特别有兴趣，特别的。他说：“你既然是神明，你应该知道这些东西嘛。”他其实带着那个挑衅的意味来问这些东西。
然后就边问边画，边问边画，边问边画，所以后来画了好几张全开的纸，我有看到这几张纸，但是他问的过程我没有参与。好，我就问我干姐说，哎，他们半夜聊这么久在聊什么？然后聊宇宙形成啊，啊，聊大爆炸啊，聊地球啊，聊人类啊，聊这种非常大的 issue， 哎，超厉害的啊！到底那结论，结论就是，我说那后来呢？他说他决定拜神明当干爹，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回答，通通可以回答你，就这样，啊，好，超有趣的。但你是 missionary， OK， 好，所以这个我现在只能暂时假借这名称叫公益英语传教士，因为是公益英语嘛，哈，所以跟宗教没有直接关系。OK， 好，我目前还是大教徒，哎，所以这边来把这后面几个看好，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来六八一起一下 mother， 好 ，mother 等于移动，一起一下 move， 那你们想到前面一个移民叫 my 什么？migrate，MIG，MIG，MOB，MOV， 通通可以相通跟代换的哈。所以即使你学到后来哈，然后三阶段，剑三 ，OK， 就是没有规则，很多人是没有规则，到后来哎呦，格林法则有规则，到最后不需要格林法则了，就一看。这个可能是这个，这个可能是这个，果然这个是这个，所以格林法则只是中间过渡期，给你比较容易理解而已。其实最高段的就是有招胜无招，应该是无招胜有招，啊，无招胜有招就是没有招了，啊，你去练那个功夫，练到最后啊，练了很多招，请问打架的时候，你可以跟对方说，就慢慢点，我摆个架势。摆好再来，不行嘛，就直接打下去了哈。所以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去变化了，一样。当你现在看单字的时候，当你练了很多之后，其实已经不需要什么规则一、规则二、规则三、规则四了。所以看，这可能跟什么有关？对上，果然是没错。所以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出去，好，这个是练到最后的结果。好，六九，好，那可能要练个一万次啊，在艺术怪异的艺数量的数。啊，艺术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万次的练习会达到炉火纯青啊，就是一招啊，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六九一型叫 mort， 啊 ，mortal 叫会死的，所以摸人家的头，小 baby 刚出生摸他的头会死哦，所以不能乱摸，那你是 mortal。好，来七十一型叫 motion， 啊，这个 motion 也是移动。多益里面最喜欢考升迁跟促销哪一个字 ？Promotion， P R O M O T I O N， OK， 再一次 ，motion，promotion， OK， 10 minutes break， 休息十分钟。好，我比你英语。